下一集，只能想多陪陪若琪，所以我借了若琪回来住一段时间。我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大方，我也会吃醋的。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对不起，你还不如多爱自己一点。或是，让懂得珍惜你的人来爱你。你也可以上 Me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森林生存记的视频。本节目是由。